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喽。好，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变成了水哦。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，也没有任何的污染。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，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。小朋友、baby、儿童、孕妇完全都可以用。欢迎大家上快点购。